小心把酒。我是老杨，好不好？我这东西还可以。杨和杨不知道，我知道对面欧尼欧尼魔抗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都在电影的，为什么对面？我靠！我只说事实，好吧？我怎么可能他妈去吹别人？我像是他妈吹别人的人吗？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好像也确实有点，想了一下，对，是有点，算了，那就这样吧。这个世界很有潜力，需要好好敲打一番。全军出击！我操！我怎么是他妈吹逼？我怎么会是吹？我又不是舔狗，我这个人他妈从不做舔狗，好吧？也不对，想了一下，当初 IG 打职业的时候，舔校长舔的挺厉害的，那时候这逼，这逼孙亚龙你知道吧？那时候舔的更厉害。太像了！吃掉一棵植物，我从来没有过。知道吗？哎呦，咋了？我更喜欢走路，不过，好吧。小心人马，人马在动。我炸了。哎呀！这波有啥吗？没有。啊，这逼好灵活呀！我被他灵活到了。这波送的厉害，他五个刀，对，这人打架哥，过五刀的，弄不懂，可以弄，我毙了，弄。他喜欢扛小兵，好运就是没命倒霉了。
我伤害怎么这么低啊？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对，我 Q 歪了，上线就打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我有牙。这逼好凶啊！而且我羊他妈也顶空了，我也是醉了，挺夸张的。这比十八个刀，脾气好大。好气啊，顶呱呱，对，他那一刀就差一点点，这比好气。哎呦，溜了。哎，我这样肥了。这样肥了，兄弟们。我感觉我无敌了呀，这不。对，感觉无敌了，说真的，我感觉无敌了。我这英雄是主 Q 吧，两级 W 然后主 Q。我也不想。啊？我也不想。爹来可以。爹来，这把爹来，我这英雄肯定要爹来呀。W 吗 ？W 上提升不大呀，我看。哎呀，锤子锤！很气，很难受，很难受。W 升一级才加1%的最大魔法伤害呀，为什么要主 W 呢 ？Q 技能是固定伤害呀。我大白也可以打一个，或者我对。你看 W 只加1%啊，升一级，有用吗？
打得挺痛的，发现没有？你看只加1%，而且减 CD 只减0.5秒，感觉主 W 有点憨憨呀。真的要主 W 吗？我不确定要做什么，所以我才问。金属的冥想就是我的作品正在发生。以前组 W 有盾，现在这 W 没盾了，感觉组这个有点憨憨。啊，你跑个腿子跑。太鸡巴惨了这里。挖12级就可以给队友打造装备了。哦，我们这把还不好赢是吧？哟呵，没事，这把我来主持大局，好吧？这把不出兵权，直接兵星分毒打法。这把终极分毒，怎么就下一把了？为什么这么死了啊？这么死为什么下一把了啊？完了，我这都挺贵的，主要是可以打呀，我很肥。哎，对对，一起抓一波这边装备没啥的。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，我在12级的时候我可以升级装备，你知道吗？帮我敲一下。对，我可以帮你敲。刀呀！你平常我们尝试把压力给到对面双组。OK， 我知道。我也等我养好吧。我来养了。中路这波可以打。AD 不在。AD 不在。嗯，算了。他们打。这两个人冲上来直接把你盲死了，好猛。坏起来了，但没事，我觉得这把可以，你们信，我觉得这把可以。其实这把蛮好。对。蛮好，是蛮好。哎，抱团吧，怎么说？不带了。我有羊，我们就团。人马也可以起来，我怕他们魔幻坐起来。我其实他妈该出兵权，没兵权没伤害，我抽他妈个蛇皮兵星。也可以，冰心我只要站得住也可以，好吧？现在刺客不是都搞冰心吗？
到个水银鞋，不然刚刚他就被我秒了。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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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，我这波不带了。直接跟他们干，我现在很顶，很顶，很顶。我直接过来，我直接过来。我操，他妈支援好快，这真的得爆！一杀。就漂亮！不行，我们要一定要等到全部人才能打。对对对，这帮逼支援太快了。这 OC 刷成狗了，这两波，让这逼搞了波大发育。哎呀，我怎么也感觉我不是很肉呀？我是醉了。哎，爆爆一下吧。嗯。这波就可以爆一下。哎，这里有个。可以，去波冲。开了，开了。寒冰他妈好烦啊！他打个团他妈动都动不了，这爹！哎，我他妈都被傻逼了。我们必须找保护。那个必会这样切的，然后呢，先把前排杀了，人马很多。我可没。他必进来送的。那是我的目标。不想我了。哎，别这么烦，兄弟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我只要我自己，还有锤子。不行，我们后排，哦吼，我们后排有点扛不住呀。我这都杀不掉。我打不过，他妈三位是打不过，不用打了我们。不是我，你妈逼！我们这两兄弟在跑什么呀？我们三位四呀！哎，我们这卡莎跟那个是怎么回事呀？
圈里还是没有水。不是你妈这人马这么冲上来，你妈直接 A 叉呀！我操，这卡莎是干鸡巴呀！你妈这人马冲上来这么去送，他妈去杀辅助！对呀、啊，你妈怕他干什么？操作他！哎，我怎么帮你们敲装备？哦，被动。被动敲的吗？你们升级了吗？我只升级了我自己的呀。我怎么帮忙敲呢？哎，记得升级装备。哎，我会给他敲吗？是你升级可以给他敲。哎，我给他敲吧。可以。啊。哎，这波有危险的，别出去吧。我觉得别出去吧。对，好 ，OK， 抱住，抱住，抱住，抱住。真的。别别别！快点，别别别别！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他们送，他们送，他们送。我也觉得可以，他们进不来了。我们前排好，他们进不来的。我知道，我站出去一点。看到了。我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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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。哎，怎么了？明显了。完了。哎呀，这不憨憨。哎呀，烈烈。啊，这个一技能他妈抬手太慢了，这他妈都撞不到那个逼。啊，我吐了。我有踢。他这卡扎起立了，结束结束结束！打我再打我再打！
打开。哎，别走了吧，走了。我还可以再帮你敲一剑，别动。我去杀他，我去杀他，我们先把他。可以。哎，走了。一中了。真别杀了，真别杀了，来。我怎么敲不了了呀？我只能给一个人升级剑。哎呀，没有他妈操作好。差一点点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他们没有法伤呀，他们没有魔法伤害呀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只能给一个人升级一件装备吗？啊，你可以，我也升了，我也升了。哎，我升了，我上。哇，他睡着了。哦。哦，我 B 他妈出兵权呀！我 B 的才能升级，我出个锤子的兵权。压宝，等一下，卡萨，我要给你升级。我怎么升级不了呀？来了，慢点。我到，我要升级装备。喂，套住了。哇，这辅助巨烦。哇操，好恶心啊，这他妈这个逼英雄这个大青羽在那打我。我450的 A 护甲在这寒冰面前居然不能无敌，破败大青羽，这他妈打坦克痛的一逼，我操，好痛！那我能搞他的技能要拿来打保护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弄他呢？我这把 B 不可能弄他，我想了一下，我 B 没有任何角度可以弄他。上。天一关，哎，大招都没用。整个 NPC 蛮僵的，真的挺僵的。NPC。我操，羊这个英雄是真他妈的混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。他再混也。羊来，怎么说？这个。上头了，他们放弃了。你妈，这都搞不到对面 AD。这个英雄6个月之内不可能再玩第二把了，6个月之内，你知道吗？
六个月之内不可能再玩第二次了。六个月之内，你没有听错，六个月之内都不可能再玩第二次了。